欢迎大家来到 HSK 二级标准课程啊，我是 Rachel 老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五课的内容。好，大家首先跟我一起读一下标题吧。哎，就买这件吧，就买这件吧。哎，好，take this one。好，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啊，今天的内容。好，首先也是。哎，我们一起来啊，进行将图片和词语一一对应一下。哎，老师来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写啊。好，首先第一个啊，你可以自己来先试一下。好，第一个是什么？哎，鱼。好，跟我一起读鱼。鱼，哎，撅起你的嘴巴。鱼，哎，这是什么？fish 啊，fish。好，fish。哎，F，好，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哎，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啊？哎，is so similar 啊？什么咖啡？is so similar 啊？咖啡，coffee，right？啊，coffee，OK，so similar。好，那我们选择 E 选项。好，那么下面一个，嘿。是，大家，哎，自己来读一下啊，是什么？考试，哎，考试。好，那么选择 test，啊，right，OK，A。好，那么下面，哎，next，不是衣服，是衣服，哎，the neutral tone，衣服，哎，衣服，好，选择。哎，it's clothes, right? I clothes。好，我们选择 D。好，那下面一个，打球，哎，打球，I play basketball。好，我们选择 B 选项。哎，那么最后一个呢？哎，这是不是我们之前见过啊？哎，我们之前学过，对不对？We learned it before。哎，是什么？休息。哎，休息 is also neutral tone，是一个轻声。休息，哎，have a rest。OK，选 C。好，非常棒。好，那么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啊，我们一张一张图片的看，来看一下他们每个人都在什么地方。哎，他在做什么？I describe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where they are doing. OK，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吧。哎，第一个，two girls，is T-shirt, right? Is clothes. 哎，T-shirt, clothes, 衣服。好，那么他们在做什么呀？哎，买衣服，对不对？I buy T-shirt, buy clothes. 买衣服，那么我们选择，哎，第四个，哎，我们看一下啊，我们选择第四个，在商店买衣服，哎，store，你在商店买衣服。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啊，what are they are doing？啊。Coffee, drink coffee, right? 喝咖啡。哎，他们在喝咖啡。他们在哪儿喝咖啡呀？哎，咖啡馆。哎，他们在咖啡馆喝咖啡，对不对？哎，咖啡馆。好的，哎，不错。好，下一个。哎。他们哎在做什么呢？The writing, right? Okay, writing. 哎，test，对不对？考试，考试。哎，在哪里考试呢？在哪儿考试啊？在学校，school，对不对？哎，在 school 考试。好，非常棒。那么看下一个，哎，他们在干什么？啊。Have a dinner，对不对？And eating。好，那么，哎，在哪里吃饭呢？吃饭在哪儿吃饭？在饭
馆吃饭，对不对？哎，在饭馆吃饭。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个句子啊，跟我一起读，每个读两遍。好，第一个，在饭馆吃饭，在饭馆吃饭。哎，好，不错。好，下一个，在咖啡馆喝咖啡，在咖啡馆喝咖啡，好，下一个，在学校考试，在学校考试，好，很不错啊。下一个，最后一个啊，在商店买衣服，哎，在商店买衣服，哎，衣服。好，很棒。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好，那么我们就来学习今天的内容。好，下面我们先来学习一下新单词，a new word。好，第一个，哎，每个都要跟我一起读啊，跟我一起读。第一个，外面，外面，哎，outside，外面，外面。那么还有一个词，another word。哎，叫什么？inside，对不对？好，那就是里面。哎，里面还有一个是外面。好，外面。好，我们下面准备，准备。哎，intend to play 啊，我准备学习汉语。I'm to plan to learn Chinese。我准备学习汉语，哎，intend playing，准备。好，下一个，就，就，哎，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哎，is an important point，啊，就，哎，就，好，它是什么意思啊？Used to indicate a conclusion or resolution。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就，哎，多读两遍啊，read more 就。好，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副词，它是一个副词，adverb 副词。好，就加动词。哎，indicate a conclusion or a resolution made on the basis of what's been mentioned previously。好，表示承接上文，得出一个结论。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例句啊。第一个，啊，跟我一起读，跟我读啊。你不想去，哎，你不想去，哎。就在家休息吧。You can feel my mood, my motion 你感受一下啊。你不想去，就在家休息吧。You don't want to go, just have a rest at home。你不想去，就在家休息吧。嗯，好，这里是一个就，你不想去，就在家休息吧。好，那么下面，哎。这儿的咖啡不错，就喝咖啡吧。哎，这儿的咖啡不错，就喝咖啡吧。好，那么这个就好。哎，这里感受一下，哎，我的这个mood 啊，这儿的咖啡不错，就喝咖啡吧。The coffee is great 啊，我们就喝咖啡吧。好，最后一个。就做你爱吃的鱼吧，哎，就做你爱吃的鱼吧，哎，就，哎，就做你爱吃的鱼吧，好，那么还有一个啊，我们这里一起来看一下，这里他写的什么？这里，在这句话中，颜色还可以，就是有点大。哎，表示一个让步，indicates concession。哎，颜色还可以，就是有点大。The color is okay。
But 表示一个让步 concession，but is much bigger。好，那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啊，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呢，前面是一个 the short sentence。好，那么后面就是就，后面继续是，好，还是一个 short sentence。巴拉巴拉巴拉。好，就是这样一个句型。好，好，那么，我来问，你来答，好不好？我来，老师来问，你来回答一下问题，answer the question。好，我说，明天天气不太好，不能踢足球了。记不记得踢足球？Play football, right? OK。怎么办呢？明天天气不好。The weather is not good tomorrow。不能踢足球了，怎么办？好，那你来回答一下。就，那就后天吧，after tomorrow。就后天吧。好，不错，这就是一个就，indicate a conclusion or a resolution，好吗？好的，好，非常棒。好，那么我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句子，大家一起来回答一下啊。大卫觉得这个商店的衣服不错，想买一件。他怎么说呢？大卫觉得这个商店的衣服不错，想买一件。他怎么说？这个我们后面会学到啊。那么我们先用就来说一下，那就买一件吧，就买一件。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老师说的一些句子啊，大家是可能不太懂哈，我们一起来继续学，后面我们都会学到的。好，那么继续来看一下，这里鱼，鱼对不对？鱼是什么？fish 鱼好那么下面，but，跟我一起来读，but，used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to indicate conclusion, suggestion, request, or command. but 好，那么一起来看一下课文第一个 A and B。好，跟我一起读。晚上我们去饭馆吃饭，怎么样？ask question。晚上我们去饭馆吃饭，怎么样？好，B 说，我不想去外面吃。I don't want to eat out。我不想去外面吃。我想在家吃，我不想去外面吃，我想在家吃。好，那么 A 又说了，那你准备，你准备做什么呢？What are you planning to cook？那你准备做什么呢？好，他说就做你。爱吃的鱼吧，I think a fish your favorite 就做你爱吃的鱼吧。好，我们那继续来学习。好，这个件，就是老师刚才的问句里面，大卫想买一件衣服。好，我们一起一会儿再来回答那个问题啊。We answer that question again。好，件。来跟我一起读，件，好，used for clothes among other items，pieces，piece，好，件，一件衣服，一件衣服，好，我们再来读，一件衣服，好，不错，下面还，possibly。Fairly, rather, high,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还"，哎，是什么意思啊？到底，哎，怎么感觉跟我们平时学的不太一样呢？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啊，哎，这里，好，"还"是一个 the modal adverb 语气副词，"还"。好，那么"还"加形容词 adjective 表示 "it means that something is possible"。or acceptable，哎，表示勉强过得去，is possible or acceptable。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我们就会了啊。我们一起从例句中来学习，他怎么说的？你身体怎么样？哎，how are you？你身体怎么样？哎，身体 body，是一个关心 care about。her body, right? Her health. 你身体怎么样？还好。哎，我来回答，还好。就是什么意思？就是not so bad, not so bad. 还好。好，就是然后呢？第二个，这件衣服大吗？哎，衣服 clothes 大吗？Big. 还行，不太大。哎，还行，不太大。just okay, not too big. 哎，还行，不太大。好，下面最后一个，昨天的考试怎么样？哎，考试 test，昨天的考试怎么样？How about the test yesterday？昨天的考试怎么样？哎，你可以说，我觉得听和说还可以，读和写不好。I think that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s okay, but writing and reading not good. 我觉得听和说还可以，just okay. 读和写不好。哎，那你的中文怎么样？你的考试怎么样呢？好，哎，我们继续来看。哎，那么下面我还有，哎，好。行，我们这个还就学习完了。那我们最后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吧，好不好？哎，我来问你来答。你身体怎么样？我们不看这个，我们不看这个。你身体怎么样？你来回答我。You answer me。你身体怎么样？哎，你说还行，还行。好，那你的衣服大吗？你的衣服大吗？哎，your clothes。你的衣服大吗？你说还行，不太大。哎，正合适，is fit for me，正合适。好，哎，你昨天的考试怎么样？你昨天的考试怎么样？哎，你说还行，挺好的，还行啊，is good。OK，好，学完了还。好，我们继续来看还后面，go on。下一个可以，哎，可以，not bad，可以，是不是连在一起是什么？还可以，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what we see 还可以，好，可以，下一个不错，哎，不错，pretty good，不错。哎，比如我来说，哎，你的中文怎么样啊？你可以说还可以，哎，你也可以说不错，哎，不错，好，非常棒。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学习一下课文 text。好，A and B。好，A 说了什么？帮我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哎，remember that 一下，巴拉巴拉一下，哎，we learned yesterday last lesson, right？哎，帮我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哎，见，好。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garment？B 说颜色还可以，就是有点大。哎，颜色还可以，就是。有点儿大，哎，有点儿，哎，what meaning？有点儿，
有点儿。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有点儿是什么意思啊？哎，我们一起来学一下有点儿。Here，有点儿是一个程度副词，adverbial modifier，有点儿，哎，是一个卷舌，有点儿，好，很棒啊，选说的很棒，有点儿化音是不是？哎，北京啊，北京话是不是都是儿化音？哎，有点儿，哎，有点儿，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有点儿啊，有点儿加形容词或者动词 adjective or verb，indicates that speaker's negative mode 消极的，哎，不好的，or compliment，complaint，哎，表示说话人 the speaker's negative mode。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一下例句啊。好，第一个也跟我一起读啊。今天天气有点冷，哎，有点儿。今天天气有点冷，the weather a little cold，今天天气有点冷。好，那么下面我昨天有点累，我昨天有点累，I was tired yesterday, a little tired，我昨天有点累。好，那么下面。这件衣服有点大，这件衣服有点大，哎，it's much bigger 啊，这件衣服有点大。好，这也是一个有点儿，哎，现在你稍微明白一点啊，有点儿，do you understand a little 有点儿。好，那么下面我来问你来答，哎，我们一起练习一下，let's have practice。好，哎，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怎么样？Weather，今天天气怎么样？How about the weather today？哎，你来回答一下。啊，有点热，有点冷，对不对？好，有点儿。好，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句子啊，哎，听老师来说，我们已经学习4个小时了。我们已经，哎，已经，记不记得？Already，已经，我们已经学习4个小时了，哎，4 hours，4个小时了。你们累不累？哎，你们累不累？Are you tired？你们累不累？You can answer，you can answer what？有点累，有点累，对不对？哎，好，非常棒啊！我们学习完了这个有点儿。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哎，课文中又说了哪些呢？Anything else？好，跟我一起来读。这件小的怎么样？哎，How about this small 吧？这件小的怎么样？哎，这件不错。This one is good。这件不错。哎，就买这件吧。就买这件吧。好，那哎，这件怎么样？哎，这件怎么样？You can answer，这件不错。哎，这件不错。好，非常棒。啊，我们学习完了这些。好，我们继续看还有哪些单词。好，跟我一起来读。考试，考试。哎，we have test。We have a test. We usually have a test. 我们经常考试。哎，我们经常考试，Chinese test，中文考试，对不对？哎，中文考试，考试。好，下面意思，意思，meaning。哎，我是不是经常说这是什么意思呀？What's meaning？这是什么意思啊？What's meaning？意思，意思。
哎，好，不错，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吧。哎，吧，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吧。今天去不去打球？哎，打球，remember that？哎，今天去不去打球？好，哎，我们再一起读。这两天有点累，不去打球了。这两天有点累，不去打球了。好，哎，继续来。你在做什么呢？你在做什么呢？好，你在做什么呢？是在想昨天的考试吗？是在想昨天的考试吗？Are you thinking about yesterday test？好，继续。是啊，我觉得听和说还可以，还可以，对不对？我觉得听和说还可以，读和写不好。哎，很多字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哎，意思。啊，好，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个句子。是啊，我觉得听和说还可以，读和写不好。很多字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哎，这句话很长，是不是？感觉这句话有点长哈。I don't know the meanings of many characters。哎，很多字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那么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还可以啊。这里还可以，还加形容词 adjective means that something is possible or acceptable。哎，你的身体怎么样？还好。你的衣服大吗？还行，不太大。好，非常棒。哎，还记住这个啊、哦？好，我们下面继续来学习。哎，跟我一起读。Is that so easy for you？咖啡，哎，咖啡，the first sound，咖啡，coffee，OK。好，下面对，对，啊，used before a noun or pronoun for。对，好，下面以后，哎，以后，afterwards，later，以后，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吧。哎，这里说休息一下吧，哎，休息一下吧，Let's take a rest。喝咖啡吗？Coffee。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吗？好，不喝了，我已经喝两杯了。I remember that 两，对不对？I relearned it last lesson。不喝了，我已经喝两杯了。好，下面，是啊，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啊，too much coffee is bad for our health。是啊，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好，那么最后一句，以后我少喝一点儿。哎，以后我少喝一点儿，以后我少喝一点儿，每天喝一杯。哎，一点儿，哎，记不记得？以后。一说一点儿，你可以，哎，这样一点儿，嗯，好，不错。以后我少喝一点儿，每天喝一杯，好，非常棒。哎，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哎，我们刚才学习的这里就，记不记得？哎，就在家休息吧，就喝咖啡吧。好，我们下一个还，哎，我们刚才说过了，有点儿，好的。下面呢，我们也是来分角色朗读课文 role play the dialogues 啊，我们来一起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刚才我们都说了哪些问题？好，老师带着我们一起。第一个问题，
今天晚上他们在哪儿吃饭？哎，今天晚上他们在哪儿吃饭？哎，在家吃饭。在家吃饭。At home。好，下一个。他觉得那件衣服怎么样？他觉得那件衣服怎么样？好，记不记得那个还？好，那就是颜色还可以，就是有点儿，哎，大，哎，颜色还可以，就是有点儿大。好，不错。那么下面，哎，smaller it，我们调小一点。好，下面他今天，哎，这里，他今天为什么不去打球了？他今天为什么不去打球了？哎，也是有点儿的，哎，有点儿什么？这两天怎么样？有点儿累，这两天有点儿累。好，下面这里，他觉得昨天的考试怎么样？他觉得昨天的考试怎么样？What does she think the test about yesterday? 好，我们一起来回答。他觉得怎么样啊？如何？哎，这里他觉得怎么样？哎，记不记得？啊，听和说还可以，听和说还可以。然后呢？哎，怎么样？读和写，哎，读和写啊，reading and writing 不太好，好，很多字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哎，意思 meaning。好，下面他为什么以后每天就喝一杯咖啡？哎，每记不记得？哎，他为什么以后每天就喝一杯咖啡？好，是什么？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太好。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好，非常棒。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哎，回答一下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啊，回想一下，think about。好，第一个，这件衣服怎么样？哎，还不错，对不对？哎，这件衣服还不错，还不错，就是有点小。哎，就是有点儿小。好，那么下面，今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晚？有点儿晚，对不对？有点儿晚。哎，今天有点晚了。今天有点晚。我们明天再看吧。我们明天再看吧。哎，好，下面。这个咖啡馆的咖啡，哎，怎么样？不错，对不对？好，不错。我每天来喝一杯。啊，这个咖啡馆的咖啡不错，我每天来喝一杯。好，最后一个，你们不去外面吃，哎，outside。你们不去外面吃，我现在，哎，conclusion，right？就准备晚饭，
好，就准备晚饭。好，那么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哎，reading together。好，跟我一起读。这件衣服还不错，就是有点小。好，今天有点晚，我们明天再看吧。啊，这个咖啡馆的咖啡不错，我每天来喝一杯。好，最后一个，你们不去外面吃，我现在就准备晚饭。哎，准备，planning，我现在就准备晚饭。好，我们学习完了单词和课文，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它的 pronunciation，哎，语音。好，第一个，我们一起来看看有没有 skills。今天看看有没有 skills。好，首先，句子的语法重音，哎，我们之前也学过这个 syntactic stress in the sentence, right? I remember not, not, and read, right? Okay. 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use that skills。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定语重读，spreading the attributive modifier。好，我们一起来读啊，那么它的重音 stressing 在哪儿呢？第一句，我妈妈做的，哎，我妈妈做的，它是一个定语 attributive modifier。好，我们来看这里啊。它呢就是一个定语，哎，修饰的是哪个？哎，是不是中国菜呀？对，中国菜啊，What kind of Chinese food？哎，我妈妈做的 Chinese food，right？哎，我妈妈做的。好，translate into English that the Chinese food my mother Do it, right? Okay. 哎，那么我们一起来 nod, nod. 好，跟我一起。那是我妈妈做的中国菜。哎，那是我妈妈做的中国菜。好，下面那个学校是什么？它这里是李老师。哎，李老师，teacher 李，工作了，work。很多年的地方，哎，那个学校是李老师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哎，那个学校，哎，好，我们这句话是什么？那个学校是李老师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That school is where Mrs. Lee worked for many years。好，我们再来读一遍。那个学校是李老师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好，下面一句，我最喜欢红色的衣服。哎，红色的衣服，哎，衣服，衣服，衣服，就是啊。I like the red clothes best。好，我最喜欢红色的衣服，红色的，红色的。哎，这里也是哈，我们一起再来看一遍。我妈妈做的，对不对？李老师工作了很多年的。对不对？好，这里是什么？红色的，哎，巴拉巴拉的，对不对？啊，巴拉巴拉的都有一个的，什么什么的，哎，好，不错。好，我们学习完了这个，哎，记住我们说的 not，OK，okay？ 好，下面，哎，第二个，another else，Striving
The adverbial modifier, 状语状读 is different with that, with the before. 状语状读。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啊？哎，意思是什么意思？好，跟我一起来读。你的杯子就在那儿，你的杯子就在那儿，对不对？哎，你的杯子，base cup，你的杯子就在那儿。哎，好，非常棒。下面，哎，这是第一个，就在那儿。好，第二个，大卫的狗飞一样的跑了过去，like a dog, fly to here, fly。大卫的狗飞一样的跑了过去，哎，大卫的狗飞一样的跑了过去，飞一样的，哎，好。下面最后一个，我爸爸是医生，and my father, my dad is a doctor。每天每记不记得？每天从早到晚忙工作，I work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every day。My dad is the doctor。I worked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every day。我爸爸是医生。每天从早到晚忙工作，忙是不是？我们也之前学习过，忙，真忙，对不对？好，那么这就是一个状语重读。好，记得 not read。好，非常棒。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哎，我们一起来学习 characters。好，准备好你的手指。哎，我们一会儿一起来写啊。首先，我们先来学习一下。I learned first，读体字 （single component characters）。好，第一个鱼，哎，我们刚才也说了，是不是？鱼，look at this picture，哎，like a fish，right？In ancient Chinese，like a fish，at first at the beginning。好，the original form of 鱼 looks like a whole fish，是不是？It means 鱼。好，那么一直到后面这样，also like fish I think，OK，right？好，那么哎，我们一起来伸出手，我们先来学一下它是怎么写的，how to write。第一个撇，哎。横、折、竖、横、折，哎，还是横、竖，哎，横，close it，right？还 OK，here，横，好，我们一起来拿手写一遍啊，撇、横、折、竖、横、折，哎，横。竖，close it，哎，横，OK，and last，横，right，OK，好，鱼，哎，鱼，I do like eat fish，哈，I do like eat fish，OK，好，下面，好，跟我读啊，这个，衣，衣服，衣，好，this one，look at this picture，哈，is。The original form of "e" looks like an ancient Chinese upper garment. Upper, 哎，只是上面的 upper garment. Now it refers to all kinds of clothes, right? 好，那么也是，到了后面，哎，it's also like "e", this one "e", "e". 好，我们也一起来写一遍吧。Let's write. Okay, here. 好，点，哎，横，撇，竖，提，哎，撇，
那好，我们一起来手指，伸出手指啊，your fingers，点，横，撇，竖，提，哎，点，那好，非常棒，好，我们学习完了这里，哎，我们一起来再看一下这里啊，汉字的偏旁 radical，哎，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两个。第一个子，哎，the radical 子 is usually related to children。哎，我们经常说孩子，children，孩子，I spell it wrong，孩子啊，这里就是孩，right？哎，child。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孩是怎么写的啊，much bigger。孩。还，哎，这里还，哎，它在哪儿呢？Where？Here？哎，还，哎，是不是这里啊？Right？啊，还，还，啊，也自己也拿出手来写一遍啊。还，哎，子字旁，好，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呢，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的？孙。啊，grandson，孙子，孙啊，in Chinese we call 孙子，grandson，孙，哎，是不是也是这个？哎，也是这个子，哎，这里子，OK，right，好，也是这个孙子，哎，孙子，好，还也是这个啊，记住这个子，好，那么下面。哎，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内容啦，坚持住啊，keep，好，这里广，哎，是一个广，哎，你，Are you listen to 广州？哎，here about 广州有没有听说过广东？好，啊，the radical 广 is usually related to the building 啊，building 广，啊，有，你可以看这里啊，这个它的这个。广啊，cover it，right？啊，cover it like a building。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例字。例子有什么？第一个，哎，这里，我们来看店，店啊，store，shop，right？啊，it's a building，店啊，店啊，the short。啊，it's covered, right? 啊，电，哎，这个广在哪里啊？Where is 广？Here，广，哎，广，好，非常棒。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床，哎，bed，床，here，床，好，那么 where is 广？哎，这里，哎，same position。啊，床，哎，一个广，一个床，好，那么下面我们哎一起来复习一下 rehearsal，哎，一起来复习一下内容。我们今天学习了哪些？哎，第一个就，哎，就这样吧，哎，就在家休息吧，哎，就喝咖啡吧，哎，就，对不对？好，就。好，那么下面还有什么？Hi，啊，the modal adverb hi，啊，something is possible and or acceptable，还好吧，还好吧，还行，哎，还行，好，非常棒。下面呢，还学习了什么？有点儿，哎，有点热，有点热，有点冷，有点儿，好，有点小，有点大，对不对？哎，有点儿。啊，you can use it in daily life。好，下面我们还学习了这个重音 not also not and read not not。好，下面哎还有一个哎鱼 fish 鱼啊，还有衣服衣。好，最后我们学习了这个子哎孩子孙子哎子。
还有这个 building 广 radical 广。好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啊。That's what we learned today 啊。然后呢 ，next 啊，我们一定要复习 rehearsal it right and before what 啊 what we learned。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下节课我们再见吧。哎吧，对不对？下一节课我们再见吧。哎，再见。